我的蛋在这边，今天他们生的，今天生的七颗，今天你们可以带回家。每一次送人家蛋的时候，哇，人家都是蛋呢，好开心。你们家没有 seven 吗？所以被一堆。直击鸡蛋富翁汤志伟喂食秀，冬虫夏草加党参粉，吃得比我健康。喂食秀开始，入园费100。全台蛋价贵桑桑，从前天开始，当都市农夫的汤志伟家里养的鸡每天都会产下8到10颗鸡蛋，根本成了鸡蛋富翁啦。我们看今天有多少蛋，我的蛋在这边，今天他们生的，今天生了7颗，今天你们可以带回家。现在这一批呢是第二批的母鸡生出来的第三批的鸡，现在总共有12只母鸡，1只公鸡，这就是唯一的一只公鸡。台湾有这个鸡蛋荒啊，那个志伟跟你们一家人变成这个鸡蛋富翁。不敢，这件事情应该是会被解决了，它不会变常态嘛。自己养的鸡，自己很重视，就是这些鸡它们的食物的来源，因为我们毕竟要吃它们生产的蛋，所以我们除了有4种饲料之外，然后我们还有配，之前是冬虫夏草。然后还有一些谷物，然后一些 nuts 啦、什么，我们会磨给他们。麦麸跟麦片基本上是添加他们的饱足感。那这是综合的，然后也是给蛋鸡专门吃的饲料。那碎玉米也是帮助他们消化。接下来就是党参粉。那今天还要再会添加干果类。我觉得它吃的比我还健康，这样子的分量大概可以吃2天。饲料跟中药每个月大概花费多少钱？2000到2300的啊。那么有关其他的补给品啦、营养品啦的这些供应，有很多时候其实是很多爱心来的。我去拍戏的时候，我会带便当回来，这也是在市场捡回来的。行，回家，去哪里？回家，我错了。来，笨笨，来，你们开心。今天算是就低消嘛。每一次送人家蛋的时候，哇，人家都是蛋呢，好开心。你们家没有 seven 吗？所以被一堆。但是他们说真的真的不一样，哇，这一定是你生的哈。我说对，是我生的。我们的蛋吃起来会跟人家的一般市场上的蛋不一样的地方，是因为它的蛋黄比较 Q， 好，那蛋白比较少，那蛋壳也比较硬，吃起来会有点香味。蛋冷水下去煮，滚了之后我马上转小火煮个2分钟，只要有一点像溏心蛋的话，那这时候就赶快泡一点冷水冲洗，马上剥蛋啊。煮蛋的时候一定要加盐巴，它会让蛋白比较容易凝固起来，剥蛋白水水滑滑的。可以了，你下次可以上《型男大主厨》。